我可以直接越过栅栏呢，太帅了！我跳回来啦，我又跳出来啦，打我啊，笨蛋！就是这种人，这种人超欠打的，我现在就是这种欠打的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巧克白，欢迎回到 CTM 狂乱之境三。嘿，上一次呢，好，我先说我在哪里，这里是我们上一次玩的那个区域。我在上次这个制高点，然后我们上一集最后是在那里爆炸这边，不过好险这些告示牌没有掉，所以我们应该不会错过那些文字啦，好险好险。然后上一集我说这个平台不知道怎么去，要从这里这样跳过去，对不对？就从这一条线这样咚咚咚咚跳过去。不是的不是的，上一集啊，我们不是从这个平台往上跳就进去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高空平台它其实是入口，它的顺序不是从这里这样过去的，而是从这里这样这样这样咚到这里，所以这里我们还没有来过，有没有？那边有一个没开过的箱子，这里还有生怪砖。然后啊，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怎么上到这里来的呢？我们是走这里，大家记得吗？我们走这里，我自己其实也要兜一下，应该在这一带吧。啊，不管啦，总而言之呢，这边是传送点。啊、哦，吓死人了！这边传送点，我们从传送点这里这样咚跳上来，跳上来，跳上来，这里对不对？我跟你们说，我发现一条我没去的路，就是那里，就是这里。啊！让我上去！啊、哦、啊、哦哦！这里居然是个大坑。那这里呢？就是我上一集在这里死翘翘，在这边哦，在这边啦，在这一带死翘翘捡东西。然后我一直从这里跳上去，对不对？这里有一条路，我没发现。而且你们知道吗？这里也有告示牌，所以这些岔路其实是要先去的地方。所以我猜终点应该在最上面。总而言之，途中经过的岔路是要先进去的。那对，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岔路，我记得我用石头把它封起来了，但我不记得是哪里了。好，总而言之不管了，我确信在这条鹅卵石之前我们都没有错过任何岔路，所以今天我们从这里开始吧。那我身上的东西整理过了，头上戴着这个是上次拿的大师面罩。好，我们出发吧。希望哦，看起来不妙啊，真的不妙哎。好，我回家一趟，直接用距离删除法删怪。哎呦呀，我不是为了要逃跑哦，我是为了要让你们重新熟悉一下我们那个传送点是怎么运作的啦。像这样，嘿 ，OK， 好，大概就是这样，是这样运作的哦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回去了。来了，趁现在没怪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开，哎，这里有个洞，这是干嘛的？不知道，先点亮再说。啊，苦力怕，怎么这么多僵尸？那这样怎么吸引？OK， 哦哦哦，一开始就这么刺激的吗？有苦力怕，快逃啊！我现在拿的这把剑叫做天使符文剑，听起来就超强的，然后有耐久三。OK， 这样才安心。隐居的高徒红锦。红锦是新大师最杰出的徒弟，在所有门生当中，只有红锦能够学会最强悍却也是最难掌握的必杀技时空轮回斩。哇哦，这个名字好。好，我 C8763 啊，不管了，这是一招能够在瞬间将人碎尸万段的剑术。新大师曾警告他千万别滥用这招数，否则可能会走火入魔，伤及元神。然而红锦却忽视警惕。这个告示牌真的不要贴到最后一格啦，这样真的我们就趴不下去。这是 1.8， 我们趴不下去，到远一点的地方了。陶醉在这华丽的招式中无法自拔，就在某次施展招式的时候突然眼前一暗，当场倒地不起，
从此毫无音讯。许多红井的徒弟都说，其实师父还没有死，只是隐身在某个洞穴之中罢了。不过自从这些出发寻找红井的徒弟们也跟着失踪后，再也没有人敢踏进那洞穴一步了。就是这个洞穴吗？那我要怎么过？哦，跳过去。好哦，为啥我有跳跃加速而我也不知道。不过我觉得放个方块比较安全，你们觉得如何呢？谁知道待会儿会不会有东西导致我跳不过来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先合成一下火把。好。哦，真的可以直接跳呢。这是干嘛的啊？没有道理，我觉得一看就是会出事。这是安全栅栏是吧？所以我目前是安全的对吧？这里有一只僵尸，这里面好在生怪。哎，这里不要有什么空投，我禁止哦。这里出了一只，应该是忍者类的，然后有蜈蚣，他应该射不到我吧？我们先大致看一遍，暗云蒙，什么都看不到。有生怪砖，中间有一个大石柱。好，好。OK， 刚才是因为要念很多字，所以才花那么久的时间啦。我们再清个怪吧。OK， 再一次。我们先来看这里好了，它既然已经……哎呀，哎哎，排除的好啊。砖呢？砖呢？刚刚不是有剩很多怪？砖呢？没有。没有，没有爆。好，面包，见识，谢谢。红砖，击退一，保护二，武士刀加九伤害，然后十怪加三攻击，然后效率三，耐久二。忍者靴子，我有整套的忍者了耶。黄金靴，沉重战甲，谢谢，好东西。那我们晚一点再拿回去放，因为待会儿我们在回家的时候需要一个理由啊，我身上好满哦，我要回家一趟之类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出发咯。哎呀，我还以为可以帅气的跳上去。趁现在没怪，封印一波。哪里？等等，这是个迷宫。 OK， 先敲掉第一个。这个洞看起来就很有鬼啊！怎么会有一个洞？我们先随便乱插，乱封印一波。哎呀，好，没事没事，第一只怪。哎呀，好多好多。嘿嘿嘿，你们慢慢跳，我可是可以直接，哇哦，我可以直接越过栅栏呢，太帅了。有没有？我跳回来啦，我又跳出来啦，打我啊笨蛋。就是这种人，这种人超欠打的，我现在就是这种欠打的人。OK， 好，这边既然会升鼓励派，我就要把它点亮。虽然不知道是哪里在升，诶，难道是在上面吗？哇啊啊啊，没事。他刚好被砖挡住，所以一直没有看到我。你下去吧。好，等到苦力怕是野生的。哎，那里，哎呦，这个点不错哦，可以看出哪里有苦力怕。好，苦力怕在那儿。可是生怪砖有在运转，所以它又是那种生怪范围很大的那种，有没有？它是有在转。哎，等等，那个不是苦力怕砖。哇，它跳得上来。好哦，好哦。这个耐久有耐久三，可是还是要省着点用。虽然有铁针啦，可是应该修的代价可能会比较高。那个并不是苦力怕砖。拜托，有了。好。哎，又一个洞。中毒了，
谁？哪里来的？我看一下哦。哦，那边我看到那个砖会升。你们去互打，你们去互打。身上太满了，走吧，我们回去放东西。我回来了，冲啊！趁现在，赶快把哪里要点亮的赶快点亮一下。为什么这些没有被排除 ？What？ 哎呀，那个真的不行哎！哇塞，太魔王了！这个敲掉。OK， 还有哪里吗？没有了哈，不要再出喽。好，开始点亮。我是不是太容易被吓到了？我是吓到弹起来的那种哎，是真的吓。趁现在，冲！你这里有个砖，是苦力怕砖吗？我不确定。但我进到一个奇怪的地方了，不，哇，还好我可以张跳，哇塞，我差点就死了。走另外一条路，我跳，哎，好用，好用，哎，该不会在这里你们就打不到我了吧？我们有没有可能冲进去，然后疯狂点亮，然后全身而退？哎呦，好。试试看，哎，这里刚好没有人哦，这么巧，跳！哇，这里，哇，那个不行，只要有那个很像中毒的东西的，我都觉得很痛。大家抱歉，这一集可能会比较晃。What？ 让我跳起来！这怎么可能？我已经跳过来了哎！等一下啦，我拆一张床走，这里真的太远了。好，怎么可能？我刚不是跳起来了吗？没有道理啊！我已经跨越那个栅栏了。有一个可能就是尖尖碰尖尖，就是僵尸破图的概念啦。怎么可能？我刚才已经真的穿过了啊！可恶，死得好冤枉哦！我决定随身携带一张床啦。等一下，我先把东西穿一穿。这个大师面罩不能掉哦，我的胸甲坏了。床先放在这儿好了，记个点。啊，14了，已经14死了。然后呢，我的胸甲坏了。然后顺便换个稿好了。然后刚才我们有拿到这个实时怪，我们来用用看吧，它有效率3。来，哎，那我是不是要回家放东西呢？不用了，我们才刚来。跑深一点，跑深一点。哎，绿宝石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下次再来拿。OK， 全身而退吧。还有哪里没去过？这里还有一个地方，点亮。这一区也没来过，点亮。哎，这里你不能让我死在这儿哦，这里会不会有枯工？答案是会，而且这里是会死的。那个中毒是会持续扣血的。不，我刚才不小心。等一下，我先跑再说，先跑再说，会死会死，这是会死的。啊，刚才以为那个类似饥饿那种效果会至少留半颗心给我。哎呦，不一定哦，不一定哦，没有尝试过，但我也不想尝试。
我还是先回去拿个护甲吧，这样不行。我们穿个沉重战甲好了，而且我刚才我发现，又是一个沉重战甲，原来我之前就拿过了。好，穿。嘿，没有加速效果啦，但也不会减速。然后你们看这个哦，这个值。哎，好啦，有总比没有好嘛。好，出发。那我顺便把铁剑也换了一下，换成一把一般的附魔铁剑，它占用一格真的太麻烦了，赶快把它用掉。啊，跳不高，我不习惯跳不高了。有没有这里可以跳好高啊？我已经被养坏了。等等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啊，我们的目标不是把这里的怪打完啊，对不对？我刚突然意会到，哎，枪好快哦，帅啊！哎，这把镐好哦，不愧是效率镐哎。还有哪里有砖？我全部用这一把镐把它敲一敲。对啊，我们的终极目标其实是拿这个哎，拿这个，我们这不就拿到了吗？根本就不用把它走完也没关系，但我们还是把它攻略掉吧。好，我们拿到了最重要的东西了，绿宝石。我跳，对，剑坏了，剑坏了。哦，我要死在这了吗？进退两难。好，没事。我刚看到底下有超多只枯弓。OK。那里还有一个砖，这个呢？对，那边我也还没敲。这一区我也完全没有去过，这边也还有一个，哎，这边很空，我先走这边。不，它突然生出来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行，不能慌不择路。哇，我们绕路过去看看。这边还有一个狐狸趴砖，等等，那这不是从这里敲就行了吗？出来了吗？都出来了吗？出来了，好，进来开。接下来我要摸到还没来过的这一区。哎，我没有抓到，我没有攀到那个梯子。哇塞！怪超多的，我只不过没有攀到那个梯子就差点死了。我有必要把所有的砖都敲掉吗？其实不用，对不对？我的目标应该是开所有的箱子就行了。但你们知道，我就想要完全制霸。OK， 接下来剩那个砖，这边还有一个。OK， 敲掉了。然后我来看一下，我们站高高看。哎，这边有一个箱子。大家都过来了，好，这边站高一点。这一区还是暗的，这里还有一个砖，这边也稍微小小的暗暗。那一区 OK， 我们快走完了。它不是个迷宫啦，就只是一些怪多但难度不高的那种无脑砖，也不算无脑砖，至少有这些栅栏，然后入口在那边，所以如果这边没有出口的话，那就代表这边只是一个普通的空间。等一下，它刚好消失，我敲插壶吧。这边有个东西，是啥？不知道。他说什么？大师符，谢谢，赶快换。他说什么？等一下再看，等一下再看。哎，我的血增加了。等一下，大师符加大师面罩，代表他有全身大师套装哦，大师的托付的最终奖励难道就是这个吗？哎，没有道理啊，大师的托付他说只有三个徒弟，所以应该没有这么多件。嘿，好，这边应该平安。来看一下大师服，此套装的效果会随着你身上穿着的越多同系列装备而跟着增强，穿两件速度一，穿三件速度一加跳跃提升四，太高了吧，
穿着四件，速度一，跳跃提升四，抗性一，加 10% 最高生命，然后也是无法破坏。他说他有几个徒弟，三个对吧？三个徒弟，所以我其实只有三件，第四件是不是大师本人会送我呢？好像平安了耶。那接下来就是这底下恐怖的东西咯，我们下去上得来吗？这才是重点。我是 boss、哦、不不不、哦、我是 boss 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我、哦、这是真的啊。 Why 我是 boss？ 难道说这是另外一个 谜题吗？哦哦，这边是是有路的。这下面呢？你走错了，所以不是每个都有。好的，我懂了。然后有一个是有路的，我们随便钻一个就差不多刚好钻到。往前挖，就我也不知道耶，就中二吧。那就去刚刚那个吧。这个有来过吗？啥都没有，所以只有这个。开的快跑，总觉得地板会塌陷。不是吧，下去上不来的耶。我去拿床，我要在这里重生，这样比较快。在这里睡个觉，先记一下点。好的，这是我们的第一个 boss 哎、欸，好，来咯，我现在装备是这样，身上两件大师装，大概就这些，那我们就下去了。哇，升哇，等下秒升怪要爆了！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苦力怕要爆了。不是这样的吧？等一下，我先点亮，我先不管它是什么生块砖，管它的，先点亮，点亮就没错了。怎么突然往上爬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 ！What？ 太突然了吧？这个野生不是落单？这里刚才就是你，哟，爆了，不是？哎呦，等一下，我才被打两下就快挂了。有没有东西？有没有地方可以让我爬一下？拜托 ！What what？ 为什么我突然跳不高？我要摔死了，对不对？不不不不不！哦，等一下啦！不不不，我忘了尖尖碰尖尖这回事。先让我回个血。不妙，非常非常的不妙。这个撬开是什么？拼了！啊，没事。你先关起来。不是啊，这样我也出不去啊。先让我回个血，太突然了吧！跑，先跑再说。这里肯定很多东西，苦力怕砖是最重要的，先敲掉。有没有？你在这里干嘛？碰你一下。OK， 难怪他给一个效率三的稿啊！刚才谁打我超痛？就敲。现在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这个空间要做什么？哇，
还没有理解这个空间要做什么，有什么关卡吗？砖我敲完了吗？这么快？我的那个避难所在哪里？在这里。OK， 如果砖已经敲完了，就没事了。只要把所有的怪都引过来，我们就搞定了。拿一般的铁盾就好。走开！丢，成功！哇！我没有看到安德吧？有！哇！他在试着攻击我，所以我赶快把这个洞填起来。喂 ，what？ 对不起，我连你的名字都没有看到。刚才以为这是 boss 啊，所以我刚才血扣这么多，是因为其中一个是 boss。哪尼？我超级没有参与感，刚才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先把这个怪全部清空。哇，真的吓死人欸，一切来的超突然，一跳下来就一堆怪，那岂不是还好我没有在上面磨蹭磨蹭，不是啦，磨磨蹭蹭，不然一下来一定更多的怪。这些砖应该都是那种侦测范围很广的那种砖。好哦，就这样突然打赢了。不是啊，我要怎么上去？电方块是吧？好，那就电方块吧。 OK， 上来了。哈，居然是这样的结果。是要自己跳上来的，我做一个记号。好，这个是入口。刚跳进去的时候有点欣喜，离开的时候有点失望。这只是第一条路哎。其实我今天本来想要把两条岔路都走完，不过看来是无法了。它一条路就蛮精彩的，我打了很久啦，我不确定最后剪出来会多久，但我尽量不要太拖沓。第二条路就是上次那个告示牌那边，我先带你们去看。哎，等等，这个神秘空间，哎，有箱子没开过吗？哎，没有来过，我也拿不下。忍者长袍，拿这个神圣短剑，先拿着。忍者帽，还有啥？先这样吧。嘿，嘿，我们上次是这样来的。那这边的告示牌说，哎，等等，上次就是这里有苦力怕掉出来，把我炸死了。好，上次呢，这个告示牌说，无真哦，第二个徒弟，刚才我们打败了一个，名字我忘了，没关系。无真，无法平息的怒火。无真是在夏至一年之中白昼最长的时候出生，新大师授予了他操纵光的能力。哎，不是，新大师可以这样授予的话，那新大师应该爆强一波啊，新大师怎么不自己来消灭他们就好了。能透过光的力量去帮助更多的孩子，在经历灾难之前，他确实帮助了许多人，也因为无真的关系，人们学习独立生活并脱离过去的阴影。然而他的家在一夕之间被火吞噬，父母不幸罹难，逃出来的无真怎么也无法想象，帮助了那么多人，到最后痛苦的却是自己。近乎疯狂的他丧失了理智，甚至认为是有人蓄意纵火。此后愤怒使光芒转为猛烈的火焰，滥杀无辜。无真觉得没有人能信任，只有敌人，没有盟友。好哦，这是第二条路，然后这里就是我开头说的咚咚咚咚可以跳过去的地方。来，等等，不对，没有火把。好，有了。嘿，我们先过去看一下。哎，我这次都没有电方块，我万一个失手，我不就摔死了？先插火把。哎 ，OK。OK， 哎呦，比想象中的容易耶，是因为刚好都没怪吗？他写什么？烈火陷阱，开了会爆，开了可能会爆哦。
好，没有，那应该就跟冰霜陷阱是相反的那个东西。燃烧所有靠近此陷阱的生物，当药水碰到地面爆炸的时候，巴拉巴拉巴拉 ，OK， 跟那个冰霜陷阱一样。我们来用用看，它应该不会消失。嘿，像这样，我们过来，好，我们不会有事，但怪物会有事。哦，对，这一区我们也没有来过哎。好，现在把它解掉。然后上一集我们到这个看起来很像门的地方，哎，我跟你们说哦，它真的就是个门。好，我跳啊！这个，它这边其实有告示牌，上次我忘记有没有阅读了。这边说，当你完成新大师托付的任务后，这扇门便会开启。这扇门哦，这扇超大的。好，那今天最后我们来打一下这一区好了。我记得上次跑出一大堆的僵尸，我要趁现在，没怪，赶快点亮。然后我们来玩一下这个，我丢，来吧，哦，变小火浆，好哦，原来那里是有路的是吧？再一个，哎，我差点跌下去，我有个小问题呀、啊，等等，它居然会烧到环境的吗？那这个不能留啊。然后我的问题就是，这两个能够共存吗？可以。又还等等，他走过的地方会烧，哇，这不能在这里用哎！你赶快消失，怎么消失？我也不知道。哇，场地本身有防烧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哇，这不能乱用，双面刃哎，超可疑的啊！果然，好哦，可以这样的是吧？好，没爆，我身上没有那么多空间了啦。解毒剂不拿了，肉很需要，这个跟你换。金苹果，好啦，食物换食物，好，就这样。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咯，我回家收拾一下。我们才打完第一个岔路，第一个岔路就是大师的第一个徒弟，哎，这里没有来过，马上，哇，马上。下来，哇塞，突然生超多怪，岂能容你，哇呀，我掉下来了。 OK， 这下子真的走完了吧，不要再出了，看起来四周都超亮。好，我回家放个东西，我们就继续冒险吧。那这个系列啊，就比较冒险，所以如果想要休闲看，或是建筑系的玩家，或是原味，不在这儿，或是比较偏原味生存的玩家，可能就不会那么注意这个系列。所以啊，如果你觉得这个系列你很喜欢的话，影片下方帮我按一个赞，这个对我来说超重要的，我会想要知道大家还对这个系列有没有兴趣。好，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就按一下影片下方的赞，让我知道吧。我是巧克白，我蛮喜欢这个系列的，也希望你们可以继续喜欢。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